想到了，我们吃杏仁豆腐啊，可以改变你那个钙质，你以后就不会再弯腰驼背了。可以改变钙质，明天我明后天我来，我带个杏仁给你吃，每天吃一个杏仁很好，对身体好，补充钙质啊，而且要吃原味的。你讲对了，要吃原味的。喝杏仁茶呀，杏仁茶、杏仁豆腐都不错了。